小的时候我们疯狂叫错班，现在他们都六十几岁了，为什么连动作神情都能这么像？看他们聊天好像是照镜子一样。你们知道当你的爸爸是双胞胎是什么体验吗？就是无时无刻都在产生错觉。小的时候我们疯狂叫错班，现在他们都六十几岁了，为什么连动作神情都能这么像？看他们聊天好像是照镜子一样。顺便跟你们说，她是大我六岁的姐姐，我们不是双胞胎啦。右边这一位是我们的弟弟，才不是三胞胎。当我们全部都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只想问，爸爸们的基因是不是太强大了？